OK， 我现在在那个大阪的环球影城，然后它现在因为是万圣节，所以它就有那个僵尸出没限定。我跟你讲，超可怕的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怎么看？阿吉哥，阿吉哥，好像没有僵尸了这一区。
张饼，张饼。他们现在在就是吃地上的尸体。Oh my god， 超恶心，超恶心，超恶心。可能会比较推荐晚上。现在是坐那个大白鲨，然后我们卷的是单人轨道，就是可能跟朋友是坐不同船，但是就完全不用排队。你看我们完全前面是没有人的，然后这边是超多人的，我们就这样子一直往前走，完全不用排队，好爽！优美优美，你看，它前面是全空的，单人。乘坐真的是最正确的选择。Yumi 买了一个那个哈利波特的什么豆啊？什么豆？比利豆吗？比利豆吗？有人知道答案吗？留言一下。啊？什么味道？哎、欸，你太早放进去了，我要拍他的。你刚刚是什么味道？像屎的味道。啊？晒哦。晒。Yumi 说、啊、这个白色这一颗啊，就是叫大便，跟他晒。我今天要吃这个。很难吃，然后就晒，不晒有毛的，那个哦，那个是阿伯嘞 ，Hey， where is？ 来逛哈利波特，哦有镜，人家手都一样，我不了，我手都一，我手都一翻你。哦，金子金子金子，嗯，快了快了快了，这里面的六分，好了。我们今天玩了晚上的 USJ， 他们喜欢的吗？哈哈哈！めっちゃ怖かったけど、めっちゃ楽しかったな。楽しかった。然后最后我们要在那个环球影城的地球拍一张照片。